但是我咧看的过程当中，你想要啥你也讲啥会落啊？这个物件就是吼，我公司卖上好排骨，一个叫一个肉排骨。我这那一排骨无一支拢的呀，一支有一支太济人提搞我了。我你三百五百拢买啦，两百了。两百啊，呀。那人要吃铁路排骨，两百块咯。两百。有人要吃哦，两百块，一块够。你这块排骨你给我切了，若无好吃，口味袂啊，你其他人看。来两百，上面吃两百。两百。有人要吃排骨的无？两百块。而且我还讲哦，这块排骨你尝看嘛，真正香，骨嫩，够好吃。你搞买两百，我还讲啊，过年搞啊，去一块送你，好嘛？搁一个人加，好嘛？两百好嘛？两百。有人要吃排骨的无？两百块。铁路大排啊，你尝看嘛，你就知影啊。两百够，两百来无？两百。两百，谢谢。铁路排骨还有人要吃吗？两百块。老板可以帮我带吗？谢谢你。美女，你等我一下。好。你多些破牌了，你等下我手机来处理，马上帮你处理，只要你收钱。好，等下我手机来处理。我去弄来。一个我等下手机去处理。哦。然后这话你讲哦，过年你无买米糕，咩啦过年？你食只米糕食好嘛，好不好？八个人加买着了，第九个卖卖钱，即欠袂了。八个可能买了只米糕，一条要来卖偌济，要卖四五百块，我要买米糕。来，一个一瓶四个啊。今天米糕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一瓶四个先给钱哦，两百了。两百，两百块上面讲米糕，买了几米糕，两百块。来，过两百讲米糕不？两百块。两百，他没有买啊。米糕两百块。来，来边上搞钱。米糕两百，搞钱。我米糕多少钱？两个啊。我米糕，这包米糕太好吃，要两百。买了几米糕，最后两个没有了，两百。米糕，米糕有啊吼。来，谢谢。来。当时我用不起来了。台啊，我的包钱没有。行，来，包钱。买有几米高？哦，谢谢。来，帮我给你列冰啊，都谢谢，感谢你。好，我要回家了啦。但我这一时间，我起来忙。我要回家了。好。给我带许个处理起来。你搞哪边吃羊肉炉？你这是冈山羊肉，这羊黄烧肉啊，这免煮啊，这熟的，羊黄烧肉怎吃啊？这一只我要四百几块。来，你帮我管，切碎这十块，这个美女，你来处理，速度错。来，今天要吃冈山羊肉，卖七卖八包，卖六包。好，羊黄烧羊肉吃袂啊，汤头吃袂啊，其他一寡。好，我搁退钱哦，你。这两包卖八包，就七包，就六包，拢总免上千块钱，四百了。来四百。来，要吃冈山羊肉卤的无？四百块。来四包。你退好无？你退好无用无？四百块上面写四包，一箱做最哦。啊，不要人，一箱做最哦。来，来，四百，咱要借我四百块。四百啊！剩下三千拢抬头上。我来讲啊，你两百搞买一包银包罗人家啊，全部六个人家，两百同去试吃，先给钱啊，三百了。三百。三百块了，三百块，咱们吃银包罗，三百块。三百，咱们吃，谢谢美女，感谢你的支持，谢谢新年快乐，三百有，咱们来无三百。拢有啊吼，来，请我给你收着，你要吃这吗？这拢无啊，三百我了。哎，三百。请我别收了，三百块。三百上面吃，蟹尾棒。三百块，咱们吃帝王蟹尾棒来无？这店面袂当吃，这拢唔能够煮啊，这当然透贵袂当吃啊。来，三百块，咱们来无？三百，一个。来咯，六七百吧。三百块，咱们吃无？这迄个帝王蟹尾棒，拢有啊，来。什么？你要吃东西？你来阿家？你要吃啥？你要吃的阿彪，阿彪，阿彪，来试一下。伊这吼叫月亮花枝虾饼，这个月亮花枝虾饼你也点起，其产品我讲你来啊，我先啦。因为这月亮虾饼，月亮花枝虾饼伊内底唔老虾啊，佮有飞机啊。伊这双料的啦，你也像一包干虾啊尔，啊一包是飞机佮虾啊。这内底就嘛只只酱料嘛，这一包一袋呾，一包前头呾百五至百八嘛，这两包前头就三百块嘛。我三包哩，我四包哩。一箱二十包，我照顾你钱起来，肯定要求好吃哦，两百了。两百，两百块了。来个两百块，我是月亮虾饼的嘛，两百块了。两百块，两百吃无 ？OK， 三来，三来啊。谢谢哈，四包收钱，来一箱收钱，两百三来吃。来，两百块。四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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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啊，刷好。刷哦。这装修就对了，刷，你挂这个就无啊，挂这个就对啊，两百对啊，四个。哎呀，那没有的吧？哦，那补啊。水饺，水饺，要不要吃水饺？你们要不要水饺？你要不要跟你放？你搞不要，来放我这里就好了，钱放我这里，我帮你保管就好，你不用放心。你下你我这拢没补。干贝机啊，干贝机上面来。你若钱唔知买袂对，拢来叫我吃，我一定甲你好好保存的。哦，那这点你也当放心，这一点你们大可放心。哦，来我先讲哦，伊这只叫黑蒜头干贝机啊。哇，你唔捌食过只大只鸡嘛？吼、哦，乌蒜头、干贝鸡哦。我来讲哦，这只你甲，拢唔免创啊，
这只汤，咱炖过外锅头，甲保持两碗半的水，两个半啦，一半的哇，两碗半倒嘞，吼啊，这个甲小碗退冰倒嘞，冬天内底甲下嘞，然后盖嘞，甲撇下安尼落啊，啊撇起伊个哦，伊个地龙虾冰心，吼，迄汤头啉袂够好哩。我来讲哦，一只乌鳝头，刚买鸡，讲要卖一千啊，讲要卖800，餐厅要卖700、600，我拢唔免啦。全部三只乌鳝头，刚买鸡三只了，上新价钱的新鸟，350了。来350。来黑蒜头，有迄个干贝鸡350一只，350。有两只乌蒜头，干贝鸡无350，一只偌济个？来，佫有两只黑蒜头，干贝鸡哦。350。350，来，另外用个，350，来之前先买个。我是台大毕业的，我台大毕业的，伊个五百，你若讲给一只鸡啊350，是咧找500。哦，阿姐在对无？谢谢，感谢你。你阿美女用好啊？好。好，阿过来买啥物？过来买啥？我来看恁要食啥，好不？我来看恁到底介意啥物啊？你要吃佛跳墙吗？我要人参鸡。人参五谷鸡啊！我给你看，这三只走起来了。来，我来看看。人参五谷鸡。啊，这只两个拢连着个。啊，来啊！啊，够有男朋友。应该伊还好，啊，过去读册吗？对啊，这个竞争搁拍拼，搁高义，搁善良，这个袂歹，这个高义。来，这话讲哦，这只叫人生五，这大只哦，一只卖一千，卖800，350啥物啊？来，350只啦。800块吧，这。两个啊，那这只鸡啊，十个变十个。我再来找啊。350。谢谢哦。先做朋友啊，大家先去食饭，看电影啊。350人要食无？350，拢有啊吗？好啦，谢谢，这边来坐。来，来，小刘。我先消了，先消了，我忘记先了。阿哥，你买啥物？我这两块没有，我忘记了。你要吃包啥？来，我这两块没先甲画者。你甲画我画啊，芋头啊，芋头上好食只啦。啊，这啥物？台式哦。好啊，芋头剥起来。啊，这我来讲啊，恁来买一只啦，这拢好食的物件啦。我先哪买哪画。伊这包叫台式先出去，这台真的钱好食啦，哦，这无贵的哦。350，你有人要吃这个无？伊这台式咸猪，这一包鱼仔五，你唔包500，唔免500，我卖你一半的价钱尔。鱼仔五了，来250啊！有人要吃台式咸猪鸡无？250，拢有啊、哦！谢谢，给你的边啊，伊这袂当地。这啥物啊？这300了啊！这退冰袂当吃啊！这一包300，这2包300，这300而已，先给钱4包300。来300！有人要吃这蟹味棒的无？这退冰袂当吃，这拢免煮啊！一包呀。你看啥？来包钱啊！对，我台式都无你卖一包，就2包鱼啊，无你一包一面啊送，落啊啦！这2包鱼啊，我过年搞，你买鱼啊无一个啦，落啊啦！你厝够有啊？啊，厝够有，你就顶个一过年休七天，来偷偷吃啦！鱼啊五鱼啦，搁买一包，你搁有人要300个无？有人要买2包100个无？哎，百五啊！走啊，走啊，再来，走啊，搁一个。这毛病，谢谢啊！你去处理你的，好，感谢，谢谢啊，感谢啊！100个够了没啊？100个，150，你400，100个呀！哦，好，谢谢啦！今日我只给4条380，然后我等我好了后边送一个。啊，这话安讲，以上我要化解，我公司足重要、足重要的物件，恁一定要注意听。这个产品。这个产品足好食，你当然有气炸烤箱，你用煎的，你用煮的拢会使。一包许人给看，一包是阮最主力产品，足好食啊，好食一包。一包伊内底有包咸啊，拢一包叫啊啦，烤鸭，别拢袂记哩啊，你今仔百万叫来啊。我知。你会当叫别人无？叫别人，我下晡我做山，我可以叫好无？啊无，我不然可能阿妈妈免食啊。
哦，你真袂哦，迄落人闹解，我操，你学伊啊！我做啥搁过来食？叫爸话，叫我拢袂记，我只叫我袂记。你有人要食这蚵仔丸的无？伊这一包十二粒无？这有包咸嘛？这一包百五，两包三包，三包变两包了。来两包啊！你两包我了。两百啊！喂。来套钱一个。喂。主持，喂。两百。包过你，包过就我，看谁啊？来，谢谢。两包够要吃无？四包哦，四包两百啊。够两百吃无？两包。蜜桃丸，四包两百块多啊。两包。哎，好了，弄掉，弄掉，你去处理去。来，哎，你两包变贵，变两包就看卖一包好不好？一百块。一包。你莫这样讲话，一包两百四只，无一百。拢有啊吗？都有人哈。两包多少钱？两包一百。啊，对，两包。是的，交易这是两包，你啊，这两包就贵啊。这个两包了哦。交易。哎。嗯。老板，你想好是两百一百，又是要提钱。哦、我摕一包你嘛，谢谢，感谢你啊。来，搁有人要来无？拢有啊哈，收起。可以哦。卖了，卖了，来。搁来，你买啥物？回档啊。回档去啊。上面就回档啊，一包。对啊，对啊。一百块上面就一包。我一档上面只有一百块咯，来摆哦。够两百只，我一档还无一百。来来一个啊！你两百只鳕鱼，要只鲑鱼咯。我讲我鳕鱼卖到十箱去啊！来两个啊！来一百咯。我一档还有要。